橘色那一只现在有点不明显啊，他就整个缩到被窝里面去，他坐那个最舒服的位置。哦，我终于想起来他们的名字了。这一只最近的有没有？他现在正在舔的这个，他叫福库，他好像是叫福库。然后那一个最不明显的那一只咖啡，他叫橘猫，他叫那个，他叫虾米，小虾米。无虾米那个虾米，然后那个最外面那一只，最左边的那一只叫 Nikki， 想起来了，应该是，突然之间就记起来了。然后我到这边不到一个礼拜，他们就全部都撑在我的房间里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不过他们都很亲人，那一个 Nikki 他。Nikki 他会一天到晚在我的脚边蹭来蹭去的，然后那个那一只虾米，它是只要我人有在外面，它就一直在我旁边绕来绕去的。然后福库就是偶尔会进来我的房间里面海巡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很喜欢检查我的房间，然后又走出去。他们就这样子捆成一圈，然后完全不动。他已经这样子好几个小时了，是有多好睡啊？多算进去，多算进去也会爆。中间只能有补气而已哦。哦，来到外面了。那个有盾，那个头有盾就可以去吃。你要把我提早撞掉。那个破坏羽翼 DPS 安全一点的话，就稍微再往那个 C mark 在后面一点点站会比较好。我都是拉网的最大距离，我可以打到他的最大距离。嗯嗯嗯。漂亮，我全部都忘光了，错了赛。没关系，我快把胶灯，没有胶灯机。明天开始就先明天是礼拜日哦，八点。啊，没有，不是1356吗？啊，那不是1357吗？刚刚。等，好，我们讨论一下，趁现在讨论一下。不是跟我讲1357啊？我趁现在讨论一下，等一下13，到底是1356还是1357？鸡的，对不对？希望大家可以在集中在那个 mark 一。好。哦，好，这个要大家好啊，那没错。